嗨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今天介绍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翻掌系列作的角色之一技。首先看一下这台基本规格。嘿，沙藤，那简单介绍一下游戏的男主角进，那进也是大都进行创造出来的 IP， 这角色的知名度其实不输翻掌，后期也蛮多是进为主打的机啊。那进入连续演出啊，这游戏的流程啊跟翻掌都有非常接近，也是透过学校的运动竞争去获得 bonus。 好，那目前对决角色叫狂犬，二年级学生，20岁，他擅长是球类的对决，那其他对决也蛮强的，比较不擅长就是排类游戏。好，那失败回到一般场景，那一般场景总有4个：咖啡厅、学校、屋顶和夜景。咖啡厅、学校、屋顶期待度低，只有夜景才值得期待，前兆浓厚。那这游戏还有另外的特色叫做黑点数，那每次死病啊就会获得1股。那如果有同行的角色又获得特殊小意识，可获得大量的点数。那点数最重要就是进入特训，如果在0到99点进入特训且获得 bonus， 高几率在天国模式，500到599点进入特训必在通常模式。所以点数主要是判断目前的模式，那最好就是0到99内开牌。那当特训结束后啊，点数会重置为零。出现连续演出啊，大相扑一定是跟炼狱对决，因为这是炼狱的专属对决。连续演出啊，最好还是出现次回预告啦。那进这个版本的次回预告有极高的几率获胜。那这位叫炼狱啦，18岁啊，喜欢穿纯白色的校服，擅长相扑跟橄榄球，最不擅长是羽毛球运动。太天真了，好，接我们的特训演出啦。这是翻掌系列做的一大特色，失败后有机会接特训演出。那这特训演出啊，主要还是继承了翻掌系列，那只是从原本的勋老师改成这位看起来像健身教练的超军啊，他的名字。接对决了。这游戏唯一的女角啊，她叫疾风，她的运动细胞很好，是靠奖学金啊进入学校的，但最后因为受伤啊，最后还是放弃了运动，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女。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哦！我出现，哇，这个演出蛮搞笑的。好了，一个 bonus 啦。好，好的开始啊，蓝七 bonus。哎，怎么没抓到？啊，看一下蓝七 bonus 继续是比较高的。那这个叫坐飞机 bonus 啊，最重要是随行的角色，依序为同学、女同学、健身老师，那最好就是空服员。翻掌著名的四分哥在这里也会有发生，那如果成功就确定进入顶对决。哇，直接抽选到老师了。再看画面的左边啊，休学旅行，那会依不同的角色进入不同的点，最好当然是好友格。啊，那我们进入了金刚院也不错。那不同场景当然对 AT 继续力是不一样的，例如巴士约25%，翻龙门约60%，金刚院也就是我们目前的场景约70%，好友格为100%继续力。拜拜啦。好啦，获得近次郎机会。那近次郎机会啊，是在 AT 中屠戮的一个模式，纯真为
五枚为一具的 AT 模式，主要玩法是铜钟次数管理型。那到达规定的铜钟次数，上限好像是100次。那当铜钟的次数归零后啊，就会再接回去刚才讲的四个场景。那最好还是进入绝顶对决啊。通常不会第一次就挂掉，没有了哦。Ken 哦 ，Ken 西龙，北斗的，好，那就再加五 G 啦。好，那简单来讲，它的主要获得美术的方式就是进入近智囊机会。那从里面不断获得大量的美术，这样。那枚数来到229枚啊，那结束后啊，就会吐露泡泡轮转。那也有好的场景，就刚才讲，最好还是绝顶对决。哇，一个顶对决啊！然后的翻龙门啊，它整个 AT 的模式大概就像这样。从 bonus 中获得庆次郎机会，那再从庆次郎机会去得到大量的美术，这样不断的重复。哇，激乐！那庆次郎机会。指日可待啊！哇，大轮盘！哇，这个声音还是好听啊！好，那就又获得庆次郎机会了。其实就像这样不断的重复着，差别就是他获得的庆次郎的演出是怎么样的，还是蛮多变化的啦。有啦啦队就是好啊，出现了小熊猫啊，那出现小熊猫就会停止计算铜钟次数，那当然啊，停留越久当然对我们是越有利啊，获得更多的美术。好，那来到残一居啊，啊，天七龙出现了。好，那来到最终局啊。哇，来到了五十，哇，五十很少见哦。啊，来到最终局。还不再加上去啊？那美术来到877枚，哇，全部顶对决，那就必获者顶对决啦，来冲个绝顶对决吧！哇，才一个绝顶对决，好了，那获得顶对决啦，开心啊！第一次玩就获得顶对决。那顶对决第一战必胜，后续的对决就依角色不同，几率也不同了。
那我们来聊一下绝顶对决好了，还没看到，也怕看不到。那绝顶对决是82%的胜率，最低会胜利三次。哦、对决肃清啊，煮饭啦、啊。那对决肃清都是一个比较高期待的对决演出。来复活！哇，有美国啦啦队就是好啊！哇，穿上了变态服啊！好，那顶对决继续啊！啊，对决狂拳啊！料理对决啊，三颗星，应该是蛮稳的啦。哎，复活！哇，不得了，这结束了吗？啊，确定结束了，来到残二居啊！哇！最后机会，这是蓝七波浪子中获得1417啊！啊，下庄接特训，啊，铁块来到3块了，激热演出啦！现在点数还没到99点，我如果在这里开牌，很有可能在天国模式啊。紫色的，接对决了，哇！直接进入 AT 模式，顺利拉回啊！美术来到1650美啊！来到残一狙，啊，总枚数来到1615枚啊。嫁妆后啊，约50狙又进入了特训演出。那前面刚提到的啊，在下妆后0点到99点，若特训开牌，就是在天国模式。所以这里开牌，我还是在天国模式啊。胜利啦，应该是在天国模式哈，我猜。哇，单发，现在184G了，哇，出现了刺猬预告，这庆之阳刺猬预告还蛮帅的啦，帅帅帅，真的帅到分手啊！哇，还是单发，这单发是没有枚数的。好，那转速又来到145转啊，进入了特训演出啊，获得了3个铁块，激热演出。哇，女子又来一次刺魂。哇，这次的刺回比较干脆，没有车子跑来跑去了。啊，那美术获得473枚。
次回预告。哇，有点帅，虽然我看不懂他讲什么。哇，一开始就空服员陪坐了。哇，结果美术来到489枚就结束了，下装接特训啊。嘿静啊，我有感受到你美国人满满的热情啊。那大都出品，品质保证，音乐画面特效都做到近乎完美，但 AD 模式偏少，获得美术教育区。主要是看 Hey 的计时点，开牌后可以达到99点左右，最多达到199点，看有没有演出。那当你看到点数是400到550之间，请必打。那喜欢压人翻掌系列的玩家们，这台你千万要打，我认为比翻掌单还要有趣许多。那就实战中聊啦，那今天来吃个好吃的，得了啦，烤鸡肉串真的好吃哦。最后影片制作不易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鼓励，下个影片见，拜拜喽。